Sony 将在今年九月推出 PlayStation Move 体感控制器，以 LED 发光球搭配 iToy 摄影机的定位，相较于任天堂或微软的体感设计，可说是三台主机中定位最精准的一个，非常适合玩光线枪射击游戏。Sony 当然知道这一点，所以预计同步推出的20款游戏中，就有好几款是光线枪射击类型，像这款 Sony 自己开发的 The Shoot 游戏就有丰富的内容，而且玩家还必须按照画面指示左右闪躲，玩起来身临其境。如果搭配另外发售的 PS3 光线枪座，玩起来会更有感觉哦。不过可惜是这个光线枪座玩具感太重，加上前面还有闪闪发光的 LED 圆球，看起来很像玩具泡泡枪，总是少了那么一点点的帅气感啦。希望未来还会有更帅气的产品造型推出哦。